败家玩意儿。哎，陈总，去年经济这么不景气，听说你们还是赚了不少钱啊。哎，你小子消息是真灵通啊，没有赚多少，就是成本节约了20来万吧。啊，20万？可否请老兄告知兄弟，让兄弟也发发财？这样，你跟我去看看机器，看完了你就明白了。这谁啊？师兄看这里都不关，不浪费电吗？败家玩意儿。败家玩意儿。嗯？哎，等等，这能直接拔？用不到它，它本身就支持热插拔，拔了它，机器人一样可以动。还能这么用，高啊！一开始啊，控制器和视角盒我都是一套一套提，现在呢，我只提控制器，这视角盒一台就行了，成本直接减半。懂了，这就回去发财。